哎，这个叫石钉嘞。 到地方了，这个吊碟先来试一下路鱼哦。50号的揣吊竿啊，2米，3号的劈主线，8号的太切刀啊。跑了1个多小时，到这个吊碟，20克铅坠揣4克啊。 一条黑鲷，一条鲈鱼，哎呀，来了，，这个地方好，这个十米左右的台阶，这个地方都是。
整个吞进去了。哇哈哈，地方坏地方，哎呀，全都是台钩啊，钩子不知道跑掉多少，钓了几条鱼，四条，五条，六条鲈鱼啊，一条黑鲷啊，一条花鲷啊，嘿嘿嘿嘿，钓鲈鱼超神奇。这么多头鱼，货色很好，活蹦乱跳的。哎，鲈鱼四条，鲈鱼啊！
潮水的大哥哎。下来哦。